大家好，我是五七，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次的金门海洋艺术季。这次的作品叫做《鸟人国度》，也是我一直很想在金门做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融入金门的战地文化。所以我将鸟人跟碉堡做了一个结合。那鸟人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一只角色，它代表的是一颗追求自由的心。对于我而言，最重要的自由就是想象力。所以鸟人国度是一个被自由想象力包覆的一个空间。那在这个碉堡装置上面的话，大家可以在迷彩中去寻找一些符号、文字、图像，也可以在不同的洞窗里面去看到更多角度的风貌，也可以去捕捉不同时段的一些光影变化。那借由这样的寻找、摸索、观察，甚至创造，让自己可以在作品与环境，甚至内心有一段独处的对话。我是五七，欢迎来到金色宁静金门海洋艺术季。